你有看无？风景真正水吼，真正无简单。咱南投吼，就是安尼，天然的美景啊，美不胜收。没错，看到这大水口，就知影讲，阮是来到鹿港了。咱这当店乌龙茶，世界有名。好，我们这一集的冒险就从鹿谷开始吧。哦 ，Let's go。鹿谷的洞顶山是闻名中外洞顶乌龙茶的产地，海拔743公尺，常年笼罩在云雾之中，年平均温度摄氏25度左右，土壤有湿气又带点石灰质，再加上地形以及日照充足，茶园面积将近2000多公顷，年产量大约1700公吨。这次我们大冒险家计划从南投鹿谷开始冒险，从南二高竹山下交流道，沿着台山线接151线道上鹿谷，在市区唯一的 7-11 左转，沿着南投56线道就可以看到洞顶山了。洞顶山脚下还有一个景观幽静的麒麟潭，这个人工位大水库顶面，因为山上多泉水，潭水今年不枯，俗称大水湖，所以汇集雨水而形成的人工湖，面积大约13公顷，可以说是灌溉观光两相宜。伫个南投县，点伫中台湾，溪头的水清清啊，下翻山滚滚，清白的地阿公，雾社出凉风，庐山是阮家乡啊，日月潭好风光。鹿谷是出地味啊，德山万寒枝。兰哥啊，我就来到这个鹿谷了。我们知道鹿谷是茶乡，哦，安尼这几年哦，咱这地味已经安尼驰名，唔那台湾哦，全世界。啊，那人那那边吃地哦，第一首选就是我们鹿谷了。啊，这个叔啊，真是有来历啊，是吧？是不是？那今天来到鹿谷，那边带大家做啊。即来即参观即地形吼，啊，干导览地以外，我阁要带大家吼来去迄个山顶啊冒险，真诶哦。好，我先啊干即导览者到哪开讲。鹿谷的洞顶乌龙茶一年采收5次，不过春茶及冬茶的品质却优于夏秋采收的茶叶。而每年4月这个时候呢，就是等级较高的冬茶采收的季节了。咱大冒险家去抓金枪是来的丢死呀！只不过面对这么贵的冬茶，我得小心翼翼的采才行。而且采完茶，听说这里还有位铁砂掌高人了。哈哈哈！人家六块了，我这摆来到这里学功夫，我什么功夫嘞？比你说还正！哈哈哈！什么叫在大水呀？救人啊！我无得，好，看你，哎。大家有看无？这一个乌梯山呢，即摆咧插地啦，安尼话，人咧用真实啊，无用机器，你用手工，搁用你的肉体。是啊，啊，用肉体。哎，你要不要？哦，哎，这地方烧炖汤呢？这种烧的，迄个温度吼，差不多250度到300度。兰克啊，你听这个锅里面噼里啪啦的声音，有谁在插菜不？赤手空拳在300度的热锅里炒茶，是传统制茶的方法之一。你看是不是在练铁砂掌啊？利用高温破坏酵素的活性，保存茶叶特有的风味，茶叶也会因为水分大量散失而变得柔软。接着呢，在经过揉茶、干燥、烘焙的过程之后呢，就是风味绝佳的乌龙茶了。我们来到了鹿谷洞顶山，喝杯道地洞顶乌龙茶之后。那安尼念念哦，人客啊，你都要对我好嘿，我们一起来去八通关古道吧。竹林幽静，哎呦，感觉袂歹呢。对，嘿，这条就是八通关古道啊。对，这是属于咱八通关古道的头沟啊。这前一段，前一段，对。哎，八通关的前段不是一个石碑，顶讲刻字啊，足有名的。对，哎，孙哥，我再要来介绍，就是阮鹿谷吼，这个叫一个迄个万年亨渠的石碑。哦，迄、那个石碑就顶讲就刻了万年亨渠吧。对，这有一个历史哦，啊，嘛一个故事哦，咱大大行。我等下再呢，有人来讲给你听。到位的时阵，你详细甲我介绍。好，Let's go， 哟。
到位啊你。陈哥，到位啊。我要甲你介绍来看的这个石碑。哎呀，顶管四个字就是这嘛，万年坑渠。对。吴光亮的手稿。对。哦，啊，来这所在，真正一定要来看吼。对。来瞻仰一下，拜祭。讲到拜拜，咱在要走的时阵，咱爱做一下功德嘞，甲这拼拼嘞。对。人家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若要来这拜，我是无反对啦吼。啊，提火提香吼，啊，就拜完，咱就啊提走，莫留伫这变粪扫。啊，上好若惊麻烦，啥物拢莫扎。炸咱的心香，是不是孙啊？对。心香吼，啊好。哎，啊你，我们说再带。好，来。咱家人家，咱家收起来。我先试卖，甲咱感恩。嘿。哦，好嘞。哦，无对无。嘿。是的，这香卡我来甲烤烤嘞。OK。就是。哦，第八集呢，最高力。呀，好。万年坑渠碑文是八通宽古道完成后吴光亮的手写稿，亦为交通科荣获爵阶通达四方之一，现在已经被列为一级古迹了。所以人家啊，古迹是不能破坏的哈，当然周遭的环境也要保护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阮家踮伫后山啊，山真悬哦，高速公路七弯八弯通大通。阮家踮伫后山啊，山真悬咯，苏花公路七弯八弯通回林港。哦，人客，你有看，这毋只是合作古道，捡到那个偌整齐，搁舒适啊舒适。嗯，安尼我知，这段吼证明吴光亮吼先生有来建功。哦，啊毋只有搁伫遐刻字。啊，唔通像迄个中溪集，迄偌歹行呢？哎，迄吴先生一定无去啊！哦，我喜欢，很好，继续说。很好，真的是很好硬的路啊！奇怪啦，这个吴光烈先生不是有来监工，山下还留了一个碑文吗？怎么这里的路还是那么硬啊？比起日本人建造的古道，为什么东埔跟鹿谷的比较起来，那差价值啊？哇塞喽！阿爷，我确定，我即马行这条一定是清朝时候盖的这个八通关古道，因为那日本人开的迄个八通关古道，我捌行过嘛，啊拢平，因为迄当阵啊算作战备用的。车啦、跑啦、马啊咧行，所以拢啊较便。啊，这清朝的吼，伊拢是用那种步兵尔，哦啊步兵咧行，啊所以讲吼，伊拢做楼梯、做杆嘛，啊拢细细条啊，羊肠小径，吼啊拢选迄种许足惊的所在，啊，一定是清朝的八通关古道，不错，对这条啦，啊继续行。这挡袂牢，哪个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迄个鹿谷茶香粽，顾名思义就是用茶叶去泡的。哦，一泡开，香气扑鼻。啊，嗯，人间美味。老板，直接豆糕。走了一上午的垂直陡坡，吃口茶叶香粽 ，QK 起来跟大家报告，这茶香粽可是大水口的阿妈摘瓜贝来凌晨三点起床帮我现做的呢。因为她坚持说现做的粥粽比较好吃，阿妈干不拿。鹿谷浓浓的人情味，我感受到了。鹿谷八通关，我来啦！海仔，你是对我你等真久。哦，帅哥你干呀？做这步做啊，这辛苦，安尼寒啊，三弟。
无无同，啊恁啊，阮啊，那看到啥就哪去吧。哦，啊来来，啊我甲你介绍吼，咱来到阮这个凤凰山吼，只有一粒这个大石头，我甲你介绍阮这个，吼、哦，这什么石头？哦，什么来历？这来历真大呢。嗯，哦，你看到这个，哦，这就是阮这个凤凰岩。凤凰岩。嘿，咱这个所在就是阮的鹿谷乡这个凤凰山了吼。嗯嗯嗯。讲到这个历史吼，在迄个光绪元年八通关古道吼，哎，吴光亮来古迹条。李市长说，位于凤凰山脉北端林尾的山坡，岩石上的这两个孔，看似一对眼睛，就是凤凰眼啊。相传石岩深夜居高临下，向日月潭射出光芒，就表示日月潭将出现一位酋长吴光亮。于是挖出凤凰石岩，以绝后患。但这里仍是一处宝地，还有人不时上来祭拜呢。哦，这哪，本来共顺国道呢。哎，哦，这大天拍北。哎呦，嗯嗯，这个是天然的那种峡谷，哎、哦，这个峡谷一线天，一线天，哦，哎、欸、哥，嗯，这座这个哈，就是咱要去八通关的一个中途一个路，安尼哦，嘿嘿嘿嘿，这搞唔到，啊什么啊，阿哥哥甲咱喷咯，嘿嘿嘿，啊，哎，这是有啥用嘞？哦，咱这来遐吼，嗯，要来看一个，哦，咱这个凤凰山吼，迄阵九二大地震了。嗯，哦，整个那个山壁有一个石观音，山壁是天然浮出来的，天然的，是哦，本来无的对吧？本来都无，啊，就地震崩了了，啊，那石观音就出现，哎，对对，很神奇，哎。啊，沈哥啊，哎，哎来，我咧行只无路了，只路就坎啊。天啊！啊，因为吼、哦，九二地震，嘿，因为这个是九二地震的时间吼，整个山这样崩掉去啊！啊，八通关古道到这为止。嘿，我只会行咧，咱行到这里尔。嗯嗯。嘿，我当去都无路，你看，哇、哦，崩到足深的啊！啊，你的石观音呢？我边来看吼、哦，咱的石观音，伫头前这个山边这个吼。哦，你讲尖尖痛出来。嘿，迄就是石观音这个，哦，一个头。头、哦。嘿。九二一地震对凤凰谷造成了严重的灾情。后来发现地震后凤凰山崩塌的石壁上出现了石观音。据说地震当时在石观音山下的人曾经因为看到一道白光而脱困，当地人认为是石观音保护了他们，加上石观音是面对整个鹿谷，因此鹿谷人深信这座石观音会为地方带来好运。看到了石观音，结束八通关之旅，听说六国的夜景也真水哦。人家，今日无用一天，即嘛是用餐的时间，哇！今仔日真正天大的福报呢，这算国宴节哦。听讲啊，迄落李秀莲来嘛是食济呢，伫阮迄个鹿鼎山庄庄主用爱心甲我宽一大呢，遮澎湃青草的料理，哦，人客有看无？吼吼！哦，就对对，唐哥哥。嗯，唐哥又看，三两下清洁溜溜，我多实在太好食。哎、欸，想袂到这茶吼，甲这咱要食物件，遮尔啊合味啊。嗯，真正是有来历。嗯，庄主真正棒，佩服。哼，这顿食土饱了吼。明仔载就开啦，继续战咯。嗯，哼，小爸，快休困。